0AD 是一款类似《世纪帝国》的即时战略开源免费游戏，从官网 play0ad.com 可以下载 Windows、Mac、OS 及 Linux 的平台的版本。下载完安装好，进入游戏。0AD 的官方版本为英文。从 Learn to Play 可以学习怎么玩这款游戏。Single Player 是单机跟 AI 打对战。Multiplayer 是利用网络跟其他人连线作战。Settings 是关于游戏的设定。Scenario Editor 是可以编辑自己的地图。这里从 Single Player 示范进入游戏。首先可以选择地图的种类。然后玩家最多可以到八人。点击下面的 Start Game 按钮就可以开始游戏。一开始就是城镇中心，然后可以命令村民收集资源，资源种类分成食物、木材、石头与铁矿等四种。Yes, Prasso. 继续控制祭币去探索未知区域。Prasso. 这里先离开。继续看到 Sentence 的 Mount Selection， 这里有很多第三方设计的 Mount 可以载入，像是繁体中文要先 download， 然后要点击 Enable， 再来点击 Save Configuration， 最后点击 Start Mode， 重新启动游戏就会以中文显示。其他 Mode 有其他，例如新的民族玩法等等。基本上，如果喜欢玩《世纪帝国》的话，应该也会喜欢玩这款游戏。除了可以连线跟朋友一起玩之外，电脑 AI 也可以设定强度，只不过还在开发中，倒是目前的版本已经不错玩了。